给你吃。玩，你要跟谁玩？还有你。要接吗？你要不要接？可以把这个撕掉吧？不是撕，是剪吧？是不是？撕掉，撕掉，然后再，然后再用这个磨。起来，其实外面很凉的，没有那么冷的，没有你想象那么冷的，快起来！啊哈，嗯，给你穿衣服。但是我变重了，变成70多斤了。我去学校肯定能瘦下来。我去学校，那饭都不好吃。
下你们都觉得冷。我来教你们了。哎，你看那个沙发还可以转，这样子看电影。哇哦，真的是豪宅哎！好可怜了，你们三小子那个样子。还有个洗杯子的，哇塞！这原理，科学原理。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这天气太好了。
题。Thank you.
你的臀部去往左右两侧摔跤，人呢不要往后去摔，往后呢你会坐到板上还会往下滑行。嗯，啊，我们扔掉之后呢，怎么起来呢？用手掌啊，按掉后边这个脱离器，看一下这儿，用你的手掌把这个按下去，人站起来同穿。很顺滑，很湿滑。钓是钓不了，知道吗？钓是钓不了，你敢不？我不敢。别钓了就不。你先变的。Thank you.
鸡。你说的是蛋炒锅。张艺谋，摄影棚可以说是最令人兴奋的地方。为什么你总是觉得哥哥很帅？帅吗？你是他的小迷妹吗？他是我小迷妹还差不多。你是他小迷妹吗？小迷姐。弟弟呢？弟弟好可爱，但是他不听话，他总是骂我。还不是你教的？不是我教的。他本来普通话就不好，他哪会骂人？不是你教他能那么快上嘴。他骂我傻猪，然后我就骂他笨蛋。嗯，他的傻猪是
对你的爱，爱称。笨蛋也是，笨蛋也是。这个是电影，这个是电视，这个音乐，这个是游戏，还有儿童天地。低头，好，看着姐姐，看着姐姐，哇，你看姐姐在拧头，哇，好漂亮，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站过来，安宝，安宝站过来，给三姑看，哇，太好看了吧，今天天气太好了，不要在里面待着，要出来晒晒太阳，尖尖，你看。全款买了个哈根达斯啊。今天预算控制在多少钱？1000以内。你的预算呢？30可以吗？可以。不可以啊？因为我带了110。I'm tired of being what you want me to be. My new me feeling so famous. Look under the surface. Don't know what you expecting of me. But under the pressure.对呀、啊，就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好喝吗？好不好喝？好不好喝？里面有纸的吗？有啊。不用洗一下吗？哎，想听简单，又不咋的，要就惹吗？老爸的衣柜，不过地方很尿尿了，你有个面的有块墙啊，都不么贵。那累啊？这种墙嘛，基本
弄拉的过来。你要找阳光人啊？哎呦，没没没阳光。你说他们是兄弟关系呢，还是说你自己的哥哥呆呆？我就服了，你把你哥哥呆呆当做一条狗也是。你不觉得长得很像吗？他哪里像你哥，像你哥哥啊？那不是跟我们哈利波特一样的？没有，而且那里还呜呜呜的穿。有动物吗？恐怖，没有动物，就是有个人。关心你，都没看清楚。
赞哦，我帮你留个。哇，真的很有料，这个是真的好。可以哦。